52.58，52.58，52.56，56。好，它有开的吗？开了，有啊，还在闪呢。我线好像太长了，绊到我的肩膀。因为还有背包啊。我要背在背包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是背在背包的外面。是。好，那你帮我弄一下，拜托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样我会脱不了背包。然后呢？就是他要在背包的里面，他要在背包的里面，然后我背包才背上去。我擦，先收好去，收，一直收。好的，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八口吗？刚下去，你记得我们回来是怎么冲上来的吗？嗯。冲上来的那个波，我就只要利用那个波冲下去。冲下去看右边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边还有一个车哦。对啊，我们都坐过啊。你说亮晶晶的地雪面吗？但是亮晶晶却温度没那么低。你就倒了哎、欸！太热。你说这个反面有别的缆车吗？哪有？你现在看不到，你只会看到橘色围墙，对不对？嗯。橘色围墙一直靠右，有个下坡的地方。总之有速度就留了，千万不要杀太多啊。我的板就不滑嘛，又要用爬的了，好累哦！有人要冲下来了，没了。还是下来用走的好了啦，太长了。哎呦，被自己绊倒了。
哦，好累啊！我先上了，坐一会儿要400一耶。嗯。迷上大陆剧，迷上大陆剧。都迷上大陆剧，都迷上大陆剧。
其他雪场都在那一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刚才你看我很认真在看地下室，我在找那足迹到哪里，我想要一直追一直追，看得到他们吗？手酸死了，结果手的酸比脚还酸，脚都快好了，手还没有。今天脚真的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刚刚压坐车，它那个好凸压的这一条好酸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也觉得哦？对啊，我都是用那个压。切过去啊！就那个缆车嘛，可以是。
坐哪个啊？左边啊，右边要哦，左边上去以后，一路切过去。不知道我们的红色切进来的路，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人出来的那个角，现在有一个人在那里。哼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一直横切横切横切切切过去。嗯，我们可以切到森林里面，做一次森林的小椅子。哼，但是好累哦。但是也许切下去要走路，还是不要放弃。我们切这一个缆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们应该走右边吧？对不对？你跟我们一样。他们走右边，我们走左边啊？是吗？他们跟我们走一样的啦。不一样。一样。没差，一台都四个人，急死。生丑的我没拿，我只是那种地图画的那个线，你没办法相信说他说连过去到底是用推的还是用滑的。现在是几个缆车在运作啊？啊，它旁边是两线哎、欸。哦，因为一个是高的，一个是低的。哦，是啊、哦，是吧？是啊、一个次高，一个到高的，一个是最低的，最低的是两座。嗯，对，总共三条，对，右边一条，左边三条，低中高都有。这里应该也是适合教学的。我想要滑从上面滑下来看看。你要从黑的开始滑吗？那会很可怕吗？是不会的。那就往。就是我想要滑一次看看。但最上面是没有嘴过的。真的、啊？不然它怎么会是黑的？只看坡度的话，它是红的、嗯。它就是没嘴过是黑的。这一次不要讲是的。上去，左转，就是我们今天滑回来的路嘛，最后会从这里冲出来。啊，是啊。对啊。试试看嘛。只求红线安稳。就试试看嘛，我就说我想要玩，我要滑一次这一条这样下来。好，那一次就好。那你滑，我敢啊。嗯。可能是馒头吗？还是被下雨过它就变平？不知道。好了，那我就盯着来吧。你不要生我气啊！我干嘛生你气？就是怪我，怎么要滑？啊，我就觉得这一条那么大，我们连一次都没滑过，我想要滑一次看看。你看他们滑的多黑多黑啊！多黑有多长？黑有多长？就是这个在滑，那到这里为止，接下来就滑了。就是没有很大。但是他滑这么快，好不好？没了，从此就没了，那不用去了。好啊，没有了，可以不用去啊，没有了。
府滑到底的话，就要这个缆车就要重新坐一次。今天就没太阳，没蓝天了吗？对，预报是这样，接下来就要下雪。太酷了！你有棒棒带了没有？没有。没了。好快哦！什么？我说好快就没了。我现在看旁边。只是也不是很准啊，他预估的时间比较晚，然后今天的晴天是提早发生，所以就有运气好。没有看到一下。对对对，本来是他还了雪板之后才会来的，现在是提早来的。哇，都是赢的。嗯。接下来就会帮我们带雪来啦。不要又都是松雪难滑、欸、没有，这次的雪是刚刚好的、就是明天是适合练习的天，明天的话就一直练没关系，明天就一直练，我觉得就只能练了，不逛山了、要逛也可以啊，就是一般的雪山都可以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还是明天的逛八步就好了。我就问你，还奥兹赫咧？奥兹赫这，是没去啊，两个方向的。对啊，奥兹赫只有一条。那发福好，今天先发福，明天奥兹赫好。好啊，一路去啊。对啊，就还是去啊。那要不要不要坐两次？我们就横横的过去。我就没有滑下来的啦，我就滑下来了，我不是说要滑，我是说至少滑一次。我觉得不要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我是看不到馒头哎、欸，是我眼睛不好吗？对，眼睛不好。我看不见，下去了才哇哇叫。不管啊，试一次看看。
累了。鞋扣。那你看我有多用力，用力滑，就会有时候都会这样。你不会想我帮你穿吧？好热，又要拉开了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不要，不要。不用啊。冒汗啊，而且超热，要那真的要上面还好不是吗？我知道还好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会消耗太多力气，所以我不想、啊。我就是想要滑一次，从头到尾。我们明天可以滑，明天滑上面好累啊。啊，好哦，这边嘛，对不对？直直进去那里。好。
要很酸，反正今天都不酸的。对啊，好，现在来看下面的。好说小朋友、哦。下面的那个联络路。嗯。汤内之声，汤内诺莫里。我觉得它很像联络路都拐了的啦。嗯。它只是说有通。超看超看。这个接的过去哪里过来？那是从那边过来的。看来从那边过来可以。下一条。这过不去吧？有点高。背后那一条应该是背后那一条。嗯。对吧？但是它会不会拐一拐又回来？超烦。过不去，他只是拐了一圈进去又出来了，烂。在上面有一个防撞棒，有叮咚，中间不像有路。嗯，不像。而且你看这里有个棒棒。牌子都会收起来，是吗？嗯。我觉得从那里过来还可以，比较可以的。嗯，好了，反正它就是里面有金属，玻璃大。嗯，对对。那等一下小飞机的。这里整平的吧，嗯，把这里下的变平的，所以才好滑吧，而且它的阻力比较大，嗯，花府再回来，那不要去西管山，为什么去花府就好了，滑到花府的底就是吃苹果派的底、欸、你要吃苹果派吗？哦，那不是 Giant 吗？花府的底跟 Giant 的底是一起的，西管山的底，这三个雪场的底都一起的。可以休息的吃个苹果派，只是回来就比较累。因为如果我们吃苹果派的话，可能会耗一点时间。然后我觉得，干脆不要吃啊，不要吃啦，不要吃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。我觉得吃 OK， 然后我们故意去滑西管山。然后西管山的山脚就可以，西管山的山脚坐车回来啊，就是高天原站坐车回来啊。对对对对，那你要看好时间啊，就坐车回旅馆了啊。对对对，那就晚一点再坐啊，三四点的那种。没有啊，一定是四点五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刚刚好，而且这样西管山我们也有逛到。下个问题就是怎么从高天原去发福？那一段我没认真看。
办法利用力道能冲右边多远就多远，嗯，接着就慢慢推吧。没有力啊，路边没有高，不是要往上吧？不是往右边那条路下。没有力啦，一点力都没有。你先，你先。我这种小路我很慢，会努力的刹。我觉得我鞋垫好像没装好，脚有点痛。不是，我现在有个问题，我好像鞋垫没有装好。我发现我好像最前面有点没鞋垫，没鞋垫。对，然后就踩到大拇指，这样会不会挤出水泡啊？那我想要弄一下。现在弄吗？可以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是说你有办法弄吗？你先脱啊。再踩一次。好，那我研究一下。好，这里湿湿的，我没办法做。你做没关系啊，还好啦。现在1:40。这可以做吗？好像濕濕的，小线一半，会小线10公分而已吧。啊，湿湿的，我不要。
的话，我好像没地方可以那个哎、欸。多少？我说不做的话，我好像没地方可以那个我的脚，因为其实我是要把鞋子拿起来看。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缩的状况，哎，好像没有呢。没有。嗯，有顶到啊，那是我的袜子啊。但是脚很不舒服哎，看一下，脱掉。我刚担心是我早上脚鞋垫装进去没有装到底啊，不然就是大拇指真的，你这大鞋垫的大拇指也比较薄。你觉得你没有踩到东西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大拇指那边觉得好像。怎么又开始下雨了啊？又下雨哦？还是下雪？你不知道了，担心在穿鞋子。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再过去。是哦。那我们滑下去，然后坐这个缆车。嘿，这很高呀。也缆车站也才在那而已啊，这样有用吗？然后看那边那边有牌子呢，那边的牌子全部都是这个雪场的，可以去看啊。这边已经最边边了，上面才有可能接过去。哦好。我们目前只知道四小屋那边可以接嘛。有点想喝水，好，快起来了，拿一只手套，不行，是这只。很脏吗？没有啊，好的很。小心啊。湿了呢，你说啥？湿了呢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一堆雾跑来嘞，哼，什么道理？可以？你的 Central 的地图呢？理论上是对面西管山坐到顶，然后滑到左边，然后一路可以滑下去，最后可以接到哈佛。对面又要过对面了、哦。对啊。哦。前面那个路桥看到没有？没有。缆车站这栋是缆车站前面有一栋房子，对面有一个桥。对面有个桥。你看马路是一条黑的嘛？一个 T。对啊。要爬楼梯上去，过桥再下去。啊、那边不能用滑的，只能用过楼梯。滴滴答答呢？是哦，要收工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就滴滴答答。是下雨啊、哦？小雨，就小雨。到底在山上是要穿先穿下面脚还是上面脚？下面脚啊。没错。上踩两步，
你再往上踩了一步，你是要走还是要怎样？没有，只站在原地不动而已。而且我在省力气，用一脚站。嗯，怕你的那个要跑掉了。怎么要跑掉？板子。为什么大家都冲线呢？还有什么？看路牌。他们冲的都好快。他是只有直走跟右转，还是怎样？没有啦，那前面有没有别的路啦？是吗？看路牌。下滑去西管山啊，嗯，哎呀，但是下雨了呢，所以要去山上一点的地方啊，要去四小屋，还是四小屋啊？好，但是其实我有点累了，想要休息了，有一点啊，哦，也可以啊，如果下面休息啊，因为下雨我又不太想滑了，下面休息啊，好。我是只要下雨就不想滑了，我不想再把我手套弄湿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走哪边啊？你要走这边啊？哦，好，走。有大条大条的，我常常被绊到脚。是吗？好，都已经选不记得啦，赶快找地方躲起来，我不要再淋雨了，我不要再淋雨了。小心小朋友。
呐、啊，你给我去啊！你这样卡人家站好吗？我们就是来过这间餐厅。对对对，我说我们来过。